主料油豆腐100克，羊肉2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辣皮子、酱油、大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切好所需食材。锅内油热后放入肉翻炒，用炒出全部水分，加入辣皮子、大葱、盐、酱油，放入油面浸略到入点开水，不然会比较干，翻炒片刻出锅。烹饪技巧，油面筋本身有咸味，就不用放太多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